这会不会有点抖啊？不抖。这样子就封口了。嗯。你怎么知道一个里头要放多少钱呢？你大概这个也没得说的，你这些肉啊、虾仁啊，你自己愿意摆多少就摆多少。这个一面要煎多长时间？我看，因为里面的杏子是熟的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实际上只要把皮外面皮一